大家好，天气也冷了嘛，早上不是采了一些这个鸡腿蘑菇嘛，今天中午咱们做这个烩菜吃啊，我也买了点肉。多少钱的肉哎？买30块钱的肉嘞，30块钱肉这一顿吃完了，喝了还能吃。这顿肉吃完了，你从往里头放哎，你放的少了，还是那一句话，对不起那个蘑菇。还有啊，这个柴火有点使了。火大没使菜，放心吧。你放心吧，或者啥都，反正我这回是放心的。那个，我来感觉不对劲了。早上吃蘑菇的时候说的是清汤蘑菇，清汤蘑菇了吧？那蘑菇炒肉片，到现在没有。大蘑菇在，蘑菇成皮了。这一看，这都是给这层出来的。你看啊，你分析一下，这白菜给人家长得有点像，辣椒给人家也没少吃。这肉咱都不舍得，这豆腐、这金针菇、这啥的，这菜里边必须要有的菜。你这中了的？这几天感觉吃饭的有点上瘾了吧？你放心吧，回俺家还是叫你错不了事儿。这一桌子给吃火锅凉了是吧？你看那个黑话知道了吗？啊，小面就这个。啊，小面嘞，小面完了不用记，全部放里面。先上班吧，好。我记着。来点花椒。这一块肉不少啊，哥们。放个分量。放鸭肉了啊，鸡腿蘑菇。那个倒进去不行了，这是很咸啊。大锅子，这味道，吃这俩蘑菇可不能分开。现在锅里面加点盐。老郑这会儿都看米了嘛，老郑。这个，别，你看桌子这，先给坐。